团 ITZY 的 Lia 近日在李茂贞的节目献唱抒情版的 Sneakers。Lia 的音色温柔又有力量，一听立马陷入其中。另外两人还合唱的 Falling Slowly 神仙嗓音，仿佛就是童话里男女主角。Put my sneakers on, 하나 둘 ready get set go, 빨리 가 붙잡고 가가. Lia 在节目一周偶像中还为粉丝翻唱一首卖给 Disney 的歌，小编也希望 Lia 有更多机会能尽情展现自己的魅力。这次带着迷你专辑《Checkmate》回归乐坛，主打歌《Sneakers》公开后还发起舞蹈挑战，其中官方还转发来自台湾的 AKB48 Team TV 的成员林嘉妮的 cover 影片。林嘉妮得知被转发后难掩兴奋。